看他了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蔡黄。你好像站进去也没有违和感，真的吗？你表演也太好了，你是大队长是不是？是。来来来，先跟所有媒体朋友问好吧。哦，现场朋友们，你们大家好，我是豆花蔡黄如。你们好。掌声鼓励。他们真的好青春洋溢。是不是？你也很青春。刚我们在后台，我们俩就聊说，哇，我们两个感觉，刚刚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选美现场？是。你感觉是，你知道，就是。历年来的后患，对不对？吓我一跳，吓死我了！没有，我说你本来就是有一个标杆在那里了。谢谢。你刚才看他们唱唱跳跳，然后聊跟我聊天，跟媒体朋友们见面，你有没有觉得想起那时候当新人的时候？有，我刚刚在后台看他们那样子青春洋溢跳的时候，我好想坐时光机回到我新人时期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就是跟媒体见面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那么自在吧？很紧张啊，就是抖的是哪里？就脚一直在抖抖啊，就是虽然看起来上半身很镇定，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？但你们有对不对？有。而且那时候因为我在录音的时期，我想起来那时候压力非常大，那时候那个抗压性建立的没有那么好。所以常常就是哭着回家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出现幻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因为我们佩唱老师是一样的。所以你们现在是在讲佩唱老师的问题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给自己的压力比较大，然后期许也很大，不想要让大家失望。还是说我要联络你的医生，本身就有幻听？可能有，但是可是那时候其实压力大，对，然后挑战的也比较多，但是其实那时候是进步跟成长最快的时期。对，而且新人其实那时候真的可以无限的犯错。身边的人会包容你，原谅你，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学习会最快，所以尽量的犯错，尽量的犯错。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在错误中找到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方法跟能量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啊，我常觉得每个人都要记住他当新的样子，那是很珍贵，因为也不会再重来一次。对，对不对？像你刚刚走出来已经不一样了。真的吗？气势如虹。是是，不要。但是你一讲话，心中还是有那个新人很 pure 的样子。热情的心。对对对，好。我聊那么多，除了让他们不紧张之外，我要请他们说看到女神的印象跟有没有？哎，你好，哎呦，队长，来来来，你说。我是很喜欢你。是。黄如姐在1989。不用这样，也是不用这样，好不好？就走进。就是1989一念间里面的。陈亚娟的那个角色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是有很多阶段要诠释，然后我觉得其实诠释起来很难，而且又没有当过妈妈，也不知道妈妈的心情是什么，然后那个复古造型也驾驭得非常好。对，所以是我心目中的女神。谢谢。这是队长，你没有说你是谁？我认识他。啊，认识他。有，我在来之前，我其实有做过大家的功课。哇，谢谢。你看，这就是女神，对不对？那你有个功课一定没有做到，什么？你把麦克风放下。现在当艺人要红的条件，就是要像有萧敬腾一样的标志。以后会大红，我说的好不好？可是没办法，他是团体啊。但是他会带动团体，没有？你是不是叫他要单飞？没有，现在人家接发片就这样。好了，这样好了，等一下回去每个人这边都点。好了，谢谢队长，谢谢队长。还有没有谁？黄如姐的幸运女神，这首歌。黄如姐，没有黄如女神。黄如女神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黄如女神，我很喜欢女神的那个幸运女神这首歌，因为就是之前我直播的时候，然后粉丝们推荐给我的歌，然后我就去听了，就觉得那个旋律很难忘。你会哼吗？会，我会唱。真假的？这首歌音乐，我跟他们不知道我会来这一招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乱讲，我们就马上先扣。对啊，看是不是乱讲。你是我心的一件无可取代的一件，守护与感谢，我们的爱会直到永远。耶！好有日抗的感觉，特别清新哎，而且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一样的女生。你有没有吓到？有，他们真的很爱你。我觉得有没有很开心？很开心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就是我发现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动画，叫《夏日大作战》的活动主题曲，是，所以我就对这首歌很有印象。谢谢你。在女神旁边唱歌。不，因为有唱歌，所以拥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拥抱一下。哎呀，梦想解锁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演一下哭戏好了。你要演一下哭戏。先演妈妈，先演妈。裙子穿太
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你演戏之后啊，你的整个人都很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更让大家觉得很就是很有个性之外，就是让我们更认识你，然后做什么像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不要以为你们刚刚讲好话，因为我很怕你打我。不要以为你们刚刚讲好话哈，他就会放过你，不会的，不要放水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考试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哎，你们底下那个不要帮我们加个油啊，因为每个我都要考到哈。好，请第一题。我觉得女神哈很重要，像刚刚黄龙女神一走出来，她仪态非常好，走出来讲话，你看她连站姿都很厉害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有突然间没有没有没有，很厉害，她即使放松还是很厉害哦，只有我看得到她放松哦。好，所以仪态重不重要？仪态很重要，毕竟因为要媒体大哥大姐有一些活动场必须要拍照，那出现的照片很重要。对，就像刚刚，那我们就来先考一下仪态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团员出列，仪态代表。音乐下 ，Go！ 哇！哦，好厉害！有练，有练，有练！厉害！掌声鼓励，很厉害，好了吧？厉害！好了，太厉害了！那你等下就对，就这样顶着吧，就不要动。好，雨晴。好，欢迎雨晴。雨晴，加油！好不好？对，掉下来记得做好看的 pose。感觉会掉？不会了，不会，他不会，他不会。加油加油！小心哦！加油！完了完了！现在走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对，很好很好很好！哎，但是你还是要走回来。不对不对。哎，要顶着走回来啊！是是是。我觉得他还是会掉。手扶着，可以可以，很可以，掌声鼓励。没有什么好讲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我本来还担心说，如果书本掉落的时候，可能有些人会很紧张。像我刚开始新人出去，我就会这样，表情失控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女生真的很辛苦，她们要穿的是高跟鞋，对，真的不容易。好了，哎，我觉得掉下来也有掉下来的 feel 哎，而且她表现很好，她表现很好哎，而且她刚忙就做一个，镇住了，你会吗？你可以吗？你说东西掉下来？对，你要示范吗？是不用，焦点在他们身上就好。好，两位做的好不好？有没有过关？有啊，好，过关。哦耶！接下来我，毕竟我也是 Pop Radio DJ， 我得过金钟奖。你确定你前面要先讲这么多，然后等一下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我尽力，好不好？好，虽然我没有他们的掌声，但是可以给我一点掌声，我示范哦。女神，请说开始。预备备，请开始。单杠荡单杠，钢蛋荡钢蛋，单杠荡单杠，钢蛋荡单杠，单杠不给钢蛋荡，钢蛋硬要单荡单杠，钢蛋荡断单杠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很厉害，不是只有可以，是非常厉害。我要颁奖给你。我很。算说。预备。好。预备，开始。接下来请女神演这种戏好不好？我好想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了，我们来，我来选好了，好不好？选。哎，我觉得我好狠哦。怎么说？我随便乱挑，他们会不会打我啊？不会，刚刚真的有人选你。有人选对不对？有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谁先谁先？我先。你是谁？我是 Mina 潘之颖。好，你看得到吗？可以哈。来，女神，请喊开始。单杠荡，单杠荡，单杠荡，单杠
标准，标准，虽然速度比较慢，但是有标准。我觉得很厉害了。女神，请问有没有过关？当然有。过关。因为我刚刚过关。你压力大了。你压力大了。压力大了。好了，你是谁？我是林雨昕。请女神帮我们喊开始哦。请开始。单杠棒，单杠，钢蛋棒，钢蛋，单杠棒，钢蛋，钢蛋荡，单杠，单杠不给钢蛋荡，钢蛋硬要荡单杠，钢蛋荡断单杠。哇！太好了，说王谦，我觉得接下来你们的团可以出那个叫说唱嘻哈 rap， 哎，很厉害！这两位有没有过关？当然当然，有没有过关？我跟你讲，随便抽两个都这么厉害，其他一定更厉害，他们搞不好更厉害。我们来第三题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前面会说话了，又有姿态，但是我们房屋女神有没有女人味？有。女人味啊，什么时候很好展现？就是有时候跟女朋友们拍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要不要示范？但要看场合哎。那这个场合呢？这个场合就可能要可爱的。可爱、但是媒体大哥大姐在，就是又要有点样。哎，那你自己都给自己挖洞跳，不如你就来示范五连拍，你觉得好不好？有没有？示范，示范。是我啦，我示范。谢谢。没有啦，来示范吧，可以吗？想一下哦，你刚刚说有可爱，好，这样讲好了。可爱跟有酷，这样好了，我来定，就是天使跟恶魔集于一身，好不好？五连拍哦，我来数，我数第一。哇！二。四，最后一个，哇！掌声鼓励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！IQ 有点紧张，但是厉不厉害？厉害！很强。我好喜欢你第二个 pose， 可以再来一次吗？恶魔就是有点气势，就是很坏的女主管，很坏的女主管。来，对对对，很坏的女主管跟很坏的评审。哦，有哎。真的很厉害，掌声鼓励！你好强哦！没有啦，有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在后台做牌子，那我们就来抽两个，好不好？哦。让你念，我不敢念。雨林啊，我叫雨林。好，阿布玛利亚跟雨林。来，你就啊，嗨。说刚刚女生一个人就表现得可爱又有气势跟恶魔，你们两个人一起融合，一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往前。好。二。很厉害耶。三。哇。四。哇。Team TP 他们的发片记者会，是，那当然也相信未来可以看到他们有更多多元性的发展之外，也希望你们未来可以带着像这样淳朴、热情、可爱的心，继续融化我们未来每一天。然后也当然要在这边祝福大家，祝福你们 AKB48 Team TP 唱片大卖。所以我们请代表来接受我礼物，好不好？哎，队长，来来来来来，麦克风给我好了，来，然后你们靠近可以拍个照，来，谢谢谢谢，好。